看一下。这位朋友号称是来自湖北的，特别能吃辣。湖北的朋友挑战涮涮辣，大家见证一下。首先这个涮涮辣是真实的，我们切开了，那就在这里啊，真实切了一个，看到没有，拿了一半啊。先吃这个一溜，我先尝一下啊。好，看一下。你一次吃这么多吗？湖北的朋友没有分寸。我咽下去，我看我能坚持多久啊。这个还好，你要等20秒之后，辣味上头，瞬间五官跟着畸形。开始了吗？就现在那个，哎，现在喉咙就是从里面往舌尖啊。哇，你这个已经很厉害了，你直接就嚼了就。哇，这个感觉真是太爽了。湖北的朋友说爽。太爽了，这个感觉。其实湖北、湖南也是非常能吃辣的地方。哇，受不了了，天哪！吃点米饭，吃点米饭。哎呀妈呀，我真的太辣太辣。所以你们知道了吧？前面有好几个人是挑战了一整个，一嘴把一整个吃完了。会直接辣住。啊！天哪，你看我都已经。湖北的朋友拉出激动的泪水了，流眼泪了吗？流了流了。啊，真的太辣了，来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辣到跺脚。太辣太辣。之前湖南的也是这样的。我真的太。你吃那个甜的甩粑粑。吃一下甩粑粑。湖北的朋友好像比我还不能吃辣，都已经很辣。这位朋友眼里眼睛都跟着辣，看得到吗？现在，我现在那个，看就是流的眼泪，我感觉都好辣。现在就，是不是你刚才摸了涮涮辣，然后你就摸到眼睛了？没有摸眼，我现在赶紧去。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下，洗一下。你慢慢来。我天哪，这个。好，我扶着你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！天哪，老板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很辣的。慢点，慢点。真的是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有个水池啊，这边。太辣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前面马上到，马上到。等一下，来，哎，麻烦让一下啊，谢谢啊。来，慢点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哎，到这里，这里。好，用水清水洗一下。这可以。哇，天哪！看得到吗？啊，现在好一点。哇，真的不应该把那一整个都吃下去。你多洗一下手，多洗一下手，然后呢，用洗手液，洗手液洗一下。那有洗手液。好的。先不要揉眼睛，不要揉眼睛。对的。用洗手液洗一下。哎，对，没事，人参嘛，我也是经常以前也吃过几个的。这老板真的，我觉得就是。我今天我刚看他吃就那么辣，我就特别想挑战一下。